前面完了之后就该搞这个五元，该搞五脏了啊，搞五脏了。往下坐，立起掌来，变成双峰指。啊，这个双峰指，公馆老师都讲过了，手指它在里边要注意弯一块挤，要弯一块挤，往里边挤，最好有几个指头挤在一起，往一块挤，挤这个手心上来，这个意思。往这儿挤，大拇指，他这儿这么挤，他那劲儿，我一个这还是这个意思啊，都挤在这儿了，都挤在这儿了。这个的话呢，也往那儿去挤，一扣起来就变这个意思，挤进去了。都往那个手心那儿抠去，这几个指头都往手心那儿去抠，尽量往手心那儿抠啊。起，往外出去。这个出的时候也不要随便出，啊、哦，不要随便出。什么呢？收回来。这个地方，往外一，中指往外领着，把腕子往外一挤，出去，平腰出去，立起来啊、哦。这是个整的，要这时候要注意啊。哦，这要注意，起的时候用手指往起一指，这么来，不能这么搞，不能这儿，不能全这儿，而是用这个地方，用这手指尖、中指尖往起起，这么带着过来，这么往回收，往回收，张开，弄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注意这个手腕的这个地方啊，这个地方。尽量不要分开啊，尽量不要分开，掌根尽量合住，绷住了它，尽量绷住，这是这个它的要领，别的要领就没有了。点子的位置呢，点的位置呢，不要完全点在这个根处，不要点这个最洼处，把手拿起来，不要完全点这个最洼处，要最洼处它靠上一点点，最洼处往上那个斜面，往那个斜的地方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儿，啊、哦，一般的我写书的写在腰线的地方，这个腰线怎么往下腰？不是指这个山根最根处，而这个腰线你再往上一点点儿，往上一斜面，往上一斜的地方，那气儿它要将来正好去管那个心神的位置。你要正好顶在这个地方呢，完正腰处点呢，那就是对这个心神作用就差了，它只能影响心脏，往上斜一点是养那个心神的，因为这个地方我们用发星字音，发音发这个星字音来解释心神的，因此必须往上斜一点点，然后转圈啊，就转圈，转圈也是要注意这样推着走，要这样推，这样带着走，这样带着走啊、哦，反过来转的时候，也就这么带着走，啊，带着走。好，然后往下落下去，然后往下落下来。对着这个，对这个善中，同时这个样子，这儿不要分开。有一开始很多同学，他一弄就开了，怎么就不开了呢？你注意一下，要含胸，把胸往里边一含，把肩往前扣。往前扣肩，这个肘往块一合，他这就开不了了。你要不扣肩，不含胸，含胸扣肩，你不含的话，这一下就拉开了。你只要一挺胸，肯定开了；一含胸，一扣肩，这就挤上了。当然，将来以后我们这个手腕子全松开了，那就问题不大了啊。这个动作呢，没什么特殊的了，这也就是转，也开始转啊。转的时候。稳一点，再慢一点，这是个整的，是个整圈，这个东西看着啊，这个臂是个整的，这样整的走，反方向，反整的，两个肘变成一个整劲儿，这样搞，不要单开，两个肘不要分开，这两个肘连在一起，那么一转整着转，哎，整着转，它里边进去的气儿就不一样了啊。然后把手翻转过来，转指尖向前，往下一落，正好是心口。这就是在转掌发，这儿上面发心，
下面发香，那就过去了啊。这一点就比较这个心，心呢这一脏练的动作简单，发音次数多，上面正反三个，当中正反三个，下面正反三个，发音的次数多。再有就是呢，那个注意点，就是往外一伸的时候，一起势往外一伸，挤出去，领出去，然后指尖往上，中指尖往上翘，这么回，这么回收，这么回收，转一个圈圈，这样回来，就这个意思。他从那儿拉回来一转，哦，这么回来，别的就问题不大了啊，别的问题就不大了。所以这个心脏这一节比较简单，就说这么多啊。啊，从这个从中风指心脏的心厥下面变肾厥，松开变肾厥啊，咱们随便说一下啊，你先不要做动作，到这个肾。